老大，在青牛镇找到了两个入侵者的踪迹。疾风，星火。关于晶石的事情，何必再脏了大家的手？还是让赤星上的这些低级人类狗咬狗吧。种子已经埋下。 现在我们只需要等待它开花就好了。打仗什么？我没兴趣。我只是想找到它。等任务完成，我跟你一块儿找，怎么样？山柔，你答应过要帮我的，还记得吗？你到底是天柱会的，还是黄巾军？星火，你别怪我，要怪就怪疾风。 加入我们，一起搬到天主会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。为什么？晶石呢？丧尸，非要找什么破晶石？星火，这才是魂天真正的力量。